之后相关工作的对接，还请多多包涵。一定的，我上海还有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后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团队专门负责的，辛苦你了，不客气。马总，于总，我们今后一块儿努力。嗯。贝贝，我们是很好的同事，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很多事情，我不想把它挑太明。你指的是？我喜欢梅梅，我爱她。我当初决定投智能仓储这个项目，我就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。我以为没有了高云溪，我们就能在一起。可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贝贝，智能仓储很成功，谢谢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，是你解开了我心中的这个结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只能是朋友。站住！非本村人员一律不接待。这什么意思啊，妹妹？没什么意思，你可以走了。昨天还不是好好的吗？昨天风太大了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那他们也不是村子里的人。这条只针对你。妹妹，放手。给你爸送进来。富爸，哎，我听金宇长说，您经常不舒服，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啊？哎，用不着，年纪大了，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，很正常，别听他们瞎说。说说村里的事吧，工作还顺利吗？啊，最近主要是对仓储中心进行深化改造，最终会跟小马领航融合成一个仓储，运输信息传递，智能装卸配送，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物流中心。哎呦，这一听，这就是非常有前景的构思，到底是年轻人啊，有想法，有想法。福爸，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。我这次跟全子哥来，就是想问问需要什么手续。不弄那事儿，不弄那事儿。哎，咱有罪，咱就应该受到惩罚。福爸，没事。福爸，你啰嗦什么呢？完了没有呢？你信。叨叨什么呢？我说了说村里的事儿。你好，我们监狱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。您看这些材料够不够？
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？这个没有时效性，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，才能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依据。但是他的性格你们都清楚，他拒绝了做检查。他是一心想要救赎自己，这个时候恐怕我的话也不管用。我见过这么多的犯人，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。这个反过来想一想啊，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制着圈子，哎，真是不应该啊。这话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，你应该在圈子面前说。是，我如果早就放手，说不定圈子也能像马伯如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全子真应该过来听你，你这当爹的终于算是憋出一句像样的话。所以我说，我错了，真的。哎呀，真是不应该那么压制着孩子，啊，管这个管那个。现在呢，咱们汲取过去的经验，啊，圈子跟云溪的事儿，咱就别再干涉了，啊。云溪，啊，咱们俩的事是不是该跟爸妈说说了？我也想过，可是现在菊妈跟我还没有缓和，这个时候不太适合提。我是怕你受委屈嘛，想在他们面前快点给你个承诺。还是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吧，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。我认为啊，咱们俩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咱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，对吧？行，那就听你的。上海的智能物流仓储团队即将进入村里，接下来他们会对智能物流中心进行升级。好的，辛苦了。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接工作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能有什么问题？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查房找你呢？现在是加班时间，不要谈个人问题好吗？好，那我送你下班。我自己能回家。送员工下班也是加班的一部分。妹妹。啊，怎么了？只是，别动，人工福利。梅梅，爸，孙会计。哎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啊。我来接你回家。看你啊，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该谈婚论嫁了。哎呦，爸，您别误会了。误会啥呀？男未婚女未嫁的。你看你还没误会。我倒觉着马伯如这孩子不错，钱多不作，哎，率真仗义。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？说到你心里去了呗。你跟爸说说，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？爸，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。啊，我们就像这个路灯，也是有寿命的，说不定哪一天呀、就灭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就希望你啊抓住机会。我知道你呢也有能力，哎，生活的也不错，
也不需要找什么特别有钱的人。但是人生路啊是很长的，这路上要找个作伴的，就像两盏明灯相互照应着，这人生路啊才不显得那么孤独。我没说我不找。哎呀，我就不希望你再拖来拖去啊，把这事儿耽误了。你看马伯如吧，追他的女孩多了，那个于贝贝不就追到咱们三泉村了？哎呀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家吧。哼，没想到啊，家附近还有这么美的地方，值得开发。你别说，你眼光还真不错。这不一直想带你来吗？到现在才得空。哎呀，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，这老年人怎么办呢？可以在那边建一个康养中心呢，到时候游泳啊、健身、棋牌啊、舞蹈室啊，这些都有了。嗯，民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明天就可以让大家搬回去了。这老年人呢，住不惯楼房，早都给我着急了。哎，请叫你。你好，兰花。哎，在干嘛呢？哎，我收拾收拾工具。你这是干啥呀？我这不也搬回来了吗？哦，还是搬回来舒坦。对呀，装修的时候我是天天盼着能早点搬回来呢。你看自己院里住着多好啊，又能养鸡又能养狗的。行了，我走了啊，快上门。哎哎，慢走。哎，走喽。哎。哎，最近确实是啊，不是太景气。不过整个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啊。哎呀，开始建设的时候吧，咱就说三年回本，现在三年了，又三年，房子都卖不出去，我们的资金全都压在这儿了。哎，我们这全部家当都压在这儿了，你看我们怎么动呢？资金确实有点紧张。哎，各位啊，我兄弟今天请大家来也是解决这个问题，别急啊。咱先不说这个了啊。来，这杯酒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。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销售问题。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事儿还要解决，饭还要吃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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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那这有时间您多费心，来来啊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好再见，好啊，那好，哎，你说，张麦圈里房间里还有别人吗？有啊。谁？张老大。真是把他们给弄走了。那咱俩再喝一杯吧。走走走啊，叔，忙着呢。林泉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咱们一块儿一块儿。服务员呢，拿套餐具。大哥，你再加俩菜。哎，叔叔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张罗了。我是想问问您那个洋房。有眼光啊！你说吧，打算要多少平的？张叔，我其实不是想买，我是想把它租几套。租啊！现在销售正旺，全都预定一空啊，租是不可能的了。